哎、欸，小小黑，别对。哎、欸，小小黑，来去。小小黑来，耶。啊，大大你离你离个球啊，靠，不要冲啊。来，小小黑来去。小小黑。来，进来，小小黑，小小黑。然后热情的小小黑来啊，进来，哎呦哎呦哎呦。那那来来来啦，不要害羞嘛，对啦，给绷起来，哎呀，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哦哦，翻身了，哎、欸，女孩子不要这样子，女孩子这样不够矜持，好不好？啊，不要见到人就躺下来，好不好？啊，小小黑，哇，好可爱你哦，哇，好了哦啊，黑是 A 啦吗？小小黑走，哎、欸，小小黑，小小黑来，哎、欸，哎、欸，叫、啊、小黑今天那不来，他们主人还在凉亭那边，但是小黑今天没有来。今天只有来了小小黑一只，还有我们的法官 A 啦，然后大大在这边，多多在这边，多多在跟着我妹呢，现在要去找石头，然后九九在树下呢在尿尿打卡。哦，这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画面，哦，各忙各的哦，另外每一个各忙各的啊，小小黑嘞，小小黑，进来，来小小猪，哦哟，你这不是小小猪的问题呢啊。来来来，山猪，山猪猪，哇，小小猪来啊，小小猪来啊，这个是大山猪，然后小小黑嘞，小小黑，你有，你有，你有，来来摸摸摸摸，嗯，啊，好兴奋呢，小狗都这样子，哦，好兴奋哦，嗯，啊你那个大小黑嘞，平常呢，因为今天他们主人在那边睡觉，但是大小黑今天没有看到，哎呦，法官又来了，法官又来了。那在那个今天我们那个三宝的那个梅奈敏的盘子就今天呢终于开卖了。那因为之前都是做好玩的啦，所以有数量没有很多，然后呢上面石头看小头料啊，多多来来来，你好公姐，哪一颗石头？这熊喊啦，这边要给啦啊，哪一颗？这一颗哦，来啊！这是我们要给的。哎、欸，结果这样我稀奇也找到了石头。哦呦！石头都去了。来，沾一下，沾一下。好，沾到口水了哈、哦。哎呦，来北七来，耶！哎呀，去吧。超熊等了。哦，多多飞去了。然后有刚刚没讲完了，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做美奈敏，不是做玻璃或者是陶瓷的？这样讲好了。美奈敏呢，它第一，它在印刷的技术上比较成熟，那第二是在寄送的过程呢，也会比较简单。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前提是说我们是做好玩的，所以我们没有说不过我也想要做陶瓷的，但是陶瓷的第一就热情的小黑来了，大只的小黑来了啊，小小黑呢还在远方啊，小小黑嘛来啊，哦，太热情了，小小黑也来了，天山双黑来啊，就是那个玻璃那个陶瓷的部分呢，寄送问题、重量问题，然后印刷问题、成本问题，太多问题了，所以变成做美奈敏的话呢，反正好玩就好哦。所以美奈敏它基本上它可以耐热到120度，然后低温的话好像可以-10度还是-30度嘛，所以变成基本上你如果不是拿来放炸类的东西，像一般的一些菜其实都还是可以放120度的，然后它可以耐到120度，但是非常不建议，如果你有买的朋友，非常非常不建议哦，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不要在上面切牛排，不要在上面切东西，因为呢它毕竟不是陶瓷，它不是玻璃，所以你在美奈敏上面一定要有一个习惯，是不要拿刀子在上面切东西啊，或者是蛋糕也好，因为呢如果你一不小心用力，它的盘面就会被刮伤哦，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使用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好，所以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啊。哦，然后那个对，就是之前我有在我的 IG 呢，现实动态有跟各位让大家去投票选那个桌历。那个我们今2019年的桌历，很多朋友都以为没有做，其实是有做的，因为后来因为我们有拍摄了，所以在这边呢还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会出，只是可能快一点这一个月会做好，那印刷的部分可能再快一点11月可能才会推出，所以变成说这部分的话我们时机到了我们开放预购，
好，就是先用预购的方式，你们都可以买到。那也可以先卖关子，跟各位讲一下，这一次桌立它会有两个尺寸，一个尺寸呢，我、哦、看这我这样讲起来好像那 New iPhone 有没有 New iPhone 在发表哦，有那个Max 没有，不是，那是桌立会有两个尺寸，一个就是传统我们之前正常的桌立的那个尺寸，而那个尺寸的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们之前去棚拍，拉他们去摄影棚拍的那些比较专业的照片。好啦，在哪？对不对吗？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尺寸呢，是比较小的，它有点像是，也不算是手账本，但是呢，它是手账本大小，但是它是可以翻的，然后它里面呢照片会比较多，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大大多多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哦，所以蛮酷的。我们会出两本不同的桌立的形态，啊，所以这部分的话呢，还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会开始卖，但是现在呢还在制作当中，所以没那么快哦。那到大概再快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先开放给大家预购了，哦，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大家再等一下。好，啊，多多你的石头找无哦。吹不了算啦，呀，吼吼，你那天山双黑两个做热情呢，啊，多多被包围了，啊，你个有哦，走了哈，进来进来，哇，现在观看人数6627耶，哇，这个数字非常好，啊，刚好是我生日，啊。然后那个小本的那个，如果你们有看我之前 IG 的话，我让大家票选哦，就是小本的，或票选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用手写的那个字体的感觉，所以在小本的手比较小本的年历的部分的话，我会加入很多网帅亲笔手写的，虽然不一定有每个人都要，但是我们尊重票选啊，这票选出来呢比较多人喜欢用手写的感觉，我就全部都用手写的。好，去吧。哦，昨天去健身房被教练操到手，现在举不起来，还要丢石头啊，要丢出去才发现自己的手在痛。那今天等一下这边直播结束，我还要再去上另外一堂健身课，也就是昨天练手，今天可能就练腿吧。啊，我最讨厌练腿，练腿好痛苦啊！啊，给你多多，给你来，走了。哦，那盘子的部分的话呢，今天推出哦，练肚子吧，他都没有让你加强练肚子哦。没有啊，肚子这个东西是脂肪，嗯，这个跟重训没有关系，那个要控制饮食。练肌肉，但肌肉在里面啊，你外面还是脂肪啊，所以你要先把饮食控制好啊。进来哦，等等，练下巴是不是？下巴哦，正常有，我有听过一套逻辑啊，他们说当你的腰瘦了，你的脸就会瘦了。哦，但是我这个我不确定，因为起码我的腰跟我的脸现在都还是圆的。哎，多多放弃啊，吹波啊，算了，好，那我们不要理他，我们继续走，好。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美奈敏哦，今天推出了。昨天我在半夜，我在那个 IG 上呢，就有先抢先呢，先丢上去，然后给一些IG 的有订 IG 的朋友呢，抢先的福利。那这个数量没有很多，所以没有就算了哈。那然后那个，他要被工伤，要工伤别给。那个上次哦，因为我们推颈枕跟那个。靠腰的时候呢，数量太少，所以马上就被抢完了。所以后来有跟厂商他们讲说，不然我们再加订个50个、100个这样子，然后就最后在这一波弄一弄就好，我们就不要再版了。好，就是所以如果你们之前还没有买到的朋友呢，其实可以抢一下哦。当然有用到再买啦，没用到真的不要浪费钱哦。因为像他那个颈枕哦，其实他不适合很多朋友，他们都会想说拿来当出国呢在睡觉的那个颈枕，其实不适合。我跟你讲，非常不适合，因为飞机的那个哦，多多多多，你真的找到了呢，多多垂点。因为飞机的座椅非常的垂直，因为它在升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呢，你椅背是不能躺下去的，所以你在用那个颈枕的话呢，非常不恰当哦。所以还是要评估你使用的方式啦哦。来，去。
我的 LINE@ 已经关掉了，那个之前有2万多个用户呢，都大家一起集体 Sayonara 了，因为第一我不大习惯用 LINE 啦，所以我没有在，因为我说真的，我一个礼拜哦，我打开 LINE 的次数不到5次，所以我老婆有的时候 LINE 给我，我都是过了2-3天才会看到，因为我平常不会打开 LINE， 我不习惯用这种社交软体在聊天，我要嘛你就面对面直接讲，或者是打电话来讲，所以我很少在用 LINE， 所以变成说用 LINE@ 的话呢，蛮可惜的，虽然有2万多个人了，但是我没有在更新啊，我也没有小编，找不到人可以当小编，所以就想说一个月要缴700多块的那个月租哦，干脆不要浪费钱，所以我就没有用 LINE@ 了。哦，法官你也要崩解了，哇，我摸到法官了，你这头当机在飞檐走壁，哎呦，来，你帮我测路。我等起你，你敢背过？奇怪没？好，我们现在要来飞檐走壁给大家看的啦。没有练腿之前的新掰卡呢？呵，没有了。准备好？哦呦，哦呦，哦，哦，啊，你来不走？我等你走呢。哎，让我们来亲眼目睹一个巨星的坠落，结果他搭上去了，哦，上面有那个呢，是三只吗？两只？舅舅，换你的呢，你要不要上去？你给舅舅叫，你看，叫上去嘞。瞧，不鸟你哎！哦，下来了哦！哦，又上去了！哎呦，都好好忙哦，舅舅，你不踹踹看哦？嗯，你不踹踹看哦？咦，达达来，达达，哎呦，到你！快点呢，舅舅你上去嘞！老大，这边，老大，进来，喂，哎呦，多多嘞，哎呦，多来啦，哥啊。你要不要试着滚滚看？嗯，中年，哎呦，吼，脚啊，姐，你不试试看哦？他从小就没有试着爬过这个坡。我有一次想说我要示范给舅舅爬给他看，结果我就摔下来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爬过了。对，哇，我不说等下玩不腻耶，来你不要掉别人耶，哎呦，这样，这么快，哎，哥，那他自己拆掉了、哦。哎、欸，他的那个柱子拆掉了，那个，很怕砸伤人吧？毕竟那已经很老旧了。咦、欸？哦，看样子应该是吹不吧？舅舅，你身体后面黑黑的，听讲你去弄车卡呢？卡成乌一地，你看。嗯。他以为他自己底盘够低。可以钻车底，殊不知自己的脂肪非常的厚，背太厚实，哥哥只辛苦哦，欠账。嗯，
哎呦，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小狗？哎呦，别叫！哎呦，哎呦，看到小狗对不对？哎，哎呦，看到美女对不对？你来侧路舅舅，看他平常散步在干嘛。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他就是这样走走，然后闻闻。他屁股黑黑，因为他轻蹬卡卡啊，我妈说的。到底是哪辆车？对。他们觉得自己低底盘呢，可以去钻那种小货车的那个卡卡，出来就黑了。哇！你滚呢、欸？哎呦！拍舅舅。哦。哎呀！你要干嘛？舅舅，你这是滚滚呢？哎呦，还闻到了什么？你家滚滚呢？给，你叫我滚滚。我说你会被那个被我 Q 到，哎呦，喂、哦、喂、哦，慢点嘛，慢动作，滚，滚滚滚滚滚滚，给滚，滚滚的大大，给，滚一下滚一下给，又滚，哎呦，结果儿子蠢儿子先滚。蠢儿子先滚！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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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也滚一下！哎呦你也滚一下！哎呦哎呦呦！哎，结果你看大大，大大，大大突然觉得自己很聪明，哎，蠢的都滚了！哎呦哎呦！结果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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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滚滚滚滚滚！脚滚脚滚！哦哟哟哟！哟哟哟！哟、哦、脚、哦、对啊，为什么你不能滚啊？他是在凶极点的。你也蛮凶自私啊吧？为什么你可以滚，我不能滚？啊？嗯，对耶。哎呦，走走，你该派呢。小黑，小黑，热情小黑，热情小黑，小小黑，小黑。哦，嗯，哥啊，他说因为。发条滚了，地上就油了。嗯，哎、欸，啊，小小黑嘞，有没有听到舅舅走路那个磨指甲的声音？很疗愈。哎呦，大大玩溜滑梯，大大玩溜滑梯，大大这里，大大这里，大大嘞，你要去哪里？哎，大大来这里，快点，可以哦。嗯，下来，下来。哦。哦哇塞，加气了！过来哦！你去哪里？过来！
你九九吐司屁股发霉。好了，那相信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刚刚高优质王帅呢在翻滚的画面哦，那个真的是不管是颜值或者是身材呢，都媲美翻滚吧阿信的那个彭于晏的感觉哦。那今天有看到这一场直播的朋友呢，真的是赚到了。好，那我们要回家了哦，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等一下呢要出发去市区，今天练腿哦，那个地狱的练腿，所以要提早先出发了。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好爽啊，好爽的结尾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